这项展览的开幕典礼是由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王宇清主持，侨委会委员长高信剪彩，教育部文化局局长王红军在典礼中也应邀致辞。这项展览是由菲律宾非华艺术联合会应国立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化学会的邀请而举办的。展出的内容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画和摄影等200多幅。这项展览一连展出4天。